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刷牙呢？我就好憎刷牙啦，因为刷牙好麻烦咯，而且啊，嗰啲牙膏咧辣辣地咁，搞到我条脷又刺刺痛痛。哎呀呀！如果我有啲好好食嘅牙膏，咁就好好多啦。有一日，我同妈妈去超级市场购物，唔知妈妈今晚会煮咩晚餐呢？睇下系乜嘢嚟嘅呢？哇，系苹果口味牙膏喎，系我最中意嘅苹果啊！个盒写住超神奇牙膏。苹果口味，下低细字仲写苹果口味好香喎、哦，不过要小心喎、哦。嘿嘿嘿，超神奇怪盒公司，妈妈，我可唔可以买呢支苹果口味牙膏啊？妈妈话可以啊。就是在妈妈买苹果牙膏给我那一个晚上，晚餐吃完超好吃的咖喱饭之后，准备刷牙，等我折牙膏先，折啊折，折啊折，在我牙刷上面折满了苹果口味的牙膏，嘻嘻，开始刷牙。东刷刷，西刷刷，左左右右都要刷，上又刷，下又刷，前前后后刷刷刷。点解会咁噶？哎呀呀，变咗个苹果头啊！可是刷完牙啦，哎呀呀，变翻原本嘅样喎。到了第二日，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超级市场购物，不知道妈妈今晚会煮什么晚餐呢？看下是什么来的呢？哇，是香蕉口味牙膏啊，是妹妹最喜欢香蕉啊。妈妈可不可以买啊？就是在妹妹拜托妈妈买香蕉口味牙膏那一个晚上，晚餐吃完超好吃的意大利面之后，准备刷牙，等我折牙膏先，折啊折，折啊折，我和妹妹在牙刷上面折满了香蕉口味的牙膏，开始刷牙。东刷刷，西刷刷，左左右右都要刷，上又刷，下又刷，前前后后刷刷刷。点解会咁噶？哎呀，点解我变咗香蕉头嘅？哥哥，点解会咁噶？哎呀，我都变咗香蕉头啊！可是刷完牙。原本的样子啊！到了第二日，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超级市场购物，不知道爸爸会煮什么晚餐呢？看下是什么来的呢？哇，是蛋糕口味牙膏啊！爸爸妈妈我和妹妹就是最喜欢吃蛋糕啊！在我哋买咗蛋糕口味牙膏嗰个晚上，晚餐就系纳豆同埋豆腐味噌汤。食完饭之后，准备刷牙，我帮大家折牙膏啦，折啊折，折啊折。我同爸爸妈妈、妹妹喺牙刷上面折满晒我哋最中意嘅蛋糕口味牙膏。今日好热闹，大家一齐刷牙啦！东刷刷，西刷刷，左左右右都要刷，上又刷，下又刷，前前后后刷刷刷。点解会咁噶？哎呀呀！我变咗士多啤梨蛋糕头啊！妈妈变咗芝士蛋糕头啊！
爸爸，你呢？爸爸变咗朱古力蛋糕头哦。妹妹，你变咗？我系栗子蛋糕头。弊啦，呢一次刷完牙，竟然冇变翻原本嘅样子。喺第二日，爸爸就顶住个朱古力蛋糕头翻工啦。妈妈同埋妹妹咧，就要顶住芝士蛋糕头同埋栗子蛋糕头话：出门小心啊，快啲去啦！小心啲啊！我就只好顶住个士多啤梨蛋糕头翻幼稚园啦。正当我冇晒心机行路嘅时候，早晨啊，你好嘛？哎呀！冇想到邻居嗰个大姐姐竟然都变咗吞拿鱼寿司头啊！住喺我屋企后面嗰位伯伯变咗啤酒樽头啊！哎呀，啤酒口味嘅牙膏真系冇得顶啊！当我翻到去幼稚园嘅时候，咁嘅。小龙变咗吉子头，慧慧变咗雪糕头，小确变咗鲷鱼烧头，小正变咗菠萝头，晶晶变咗泡芙头，老师啊，你变咗布丁头，大家梗系用咗超神奇牙膏啦！当抽签嘅时候啊，顶住个士多啤梨蛋糕头，好难坐上个抽签度噶。维维头上嗰个雪糕仲争啲跌落嚟啊！我杯雪糕就嚟跌啦，而且爬格仔栏杆啊都变得好困难啊！阿小托头上嗰条鱼尾巴，一个唔小心啊就卡住咗喺个格仔里边，落唔翻啊！好痛啊，好痛啊，我条尾巴夹住咗啊。喺晚上睇新闻嘅时候，顶住猪扒饭头嗰个主播去报道话：我系头条新闻主播猪扒饭，为大家插播一则新闻。使用超神奇牙膏后，全世界人嘅头都会变咗苹果、香蕉、蛋糕、布丁、咖喱、啤酒同埋吉子，不得了嘅事情正在发生。喺呢个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嘅笑声，超神奇！变变变变身！我就是鼎鼎大名的超神奇怪猴，超神奇啊！大家都用了超神奇牙膏，真的实在太感谢了。可是已经全部销售一空，今天起请用翻一般的牙膏了，然后就可以在第二日。大家都换翻一般牙膏之后，爸爸妈妈、妹妹、邻居大姐姐仲有伯伯，大家都变翻原本嘅样啊！幼稚园嘅小朋友同埋老师都系啊，全世界嘅人都变翻原本嘅样啊！于是从此之后，我就用咗一般牙膏刷牙啦。虽然条脷都仲有刺刺地、辣辣地咁，但系都冇有怕，因为我已经受够咗呢个超神奇牙膏啊！嗰支神奇牙膏我唔要噶啦，汪汪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